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抽这个光剑瓶。好，之前没有抽到，抽到妙意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可以举抽。目前的趴数是没加。好 ，Go。会不会一发入魂呢？没有。没有。20抽。哇。没有。要发数没？还没。3。30抽。没有。好衰哦。40抽。没有。哪家发数了？50抽该有了吧。50抽。没有。7.5 了。60抽。还没有。要70抽了。70抽。乌鸦嘴。干，还没有。17.5% 嘞。80。这游戏真的很难玩嘞。第几个？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个。2、3、4、5，呀！各位，久别重逢，不如到望剑峰一聚。左右之臣，功臣，功臣。哎，我的手肘有点痛。喜极而泣啊！好了，80抽，好了，我不要抽了，我不抽了。下次是《西游记》啊，要留点子弹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时装，天神异剑，天神异剑，真的有这么烂吗？天赋跟写作文一样啊。如今，我先把这个开满，来60等，嘿。喜极而泣啊！喜极而泣，剑气凌霄。嘿，嘿嘿。时装先看好了。不是这个，外观。我这半生行事守义持正，问心无愧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我这半生，如今轮到我来做后辈的引路人了。以前的我
也未想过什么要救天下苍生的性命，只是觉得做力所能及的善事是天玄弟子的本分。以前的我也未哪怕身居掌门之位，我依旧在做曾经做过的事，依旧在想曾经未想通的问题。哪怕身居掌以前的我也未